安娜和艾尔莎很震惊，他们的腿变成了尾巴。我和你们一起，哇哦，触角！拉力路充满了惊喜。水下不流行裙子，尾巴是更好的选择。我们为安娜选合适的颜色，做可移动的尾巴，这样红发公主就可以游泳啦。像这样拧紧薄纱丝带，做好了光鳍。使用模板在绿色面料中剪出牢固的鳍，亮片鳞片在阳光下很闪耀。黑色上衣与亮片形成对比，亮片丝带装饰腰部，浅袖是额外的鳍。Amazing！ 这件带手绘的胸衣非常贵，用蓝衣石装饰鳍。是的，该去冒险了。安娜睡着了，看看她做了什么梦。哦，我的尾巴呢？为什么有腿？我不能在水下待太久。鱼朋友，我们今天不去珊瑚礁，我变成了人类。安娜吓醒了。哦，只是梦，我的尾巴还在。真高兴我是美人鱼。我准备好改造了。蓝色亮片尾巴很衬肤色，添加搭配的上衣，华丽的鳍上有闪光，在海面上也能看到光芒，手臂上有网手套，几个浅鳍完成外观，发卡装饰辫子，是水母送的礼物。大海的美融化了他冰冷的心，我们游走吧，艾尔莎的朋友在等他了。海洋生物喜欢金发美人鱼，他很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。哦，越来越冷了，什么？下雪了？从哪来的？一场暴风雨，艾尔莎周围都结冰了，连鱼也是。醒醒，醒醒！怎样才能帮你？哦，什么都没有用。用雪花装饰透明塑料棒，加鹅卵石和莱茵石，华丽的魔棒，添加亮片丝带，给你美人鱼。Thank you。不要丢了，不然会被坏人拿走。艾尔莎决定使用强大的魔杖。哦，希望这有用。我没办法了，雪下的更大了，快！艾尔莎一用魔杖碰鱼和章鱼就解冻复活了。成功了吗？耶，艾尔莎救了大家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触角在触碰它。奥拉夫，你吓到我了。我只是融化了，对不起。雪人该丢掉雪球了，换上青粘土做的触角，这样会舒服得多，使表面均匀。珠子吸盘帮助奥拉夫站起来，触角涂成蓝色，吸盘紫色。我不知道这么简单，耶！奥拉夫去海底，这里很漂亮。他可以听贝壳的声音，但他想念朋友们了。他看见一只孤独的螃蟹，也许他也需要朋友。雪人很高兴交新朋友，小姐给你这朵花。但是螃蟹不明白，所以他游走了。哦，我又没有朋友了。为什么非得是他们？我自己做一个沙人，这不难，我做一些沙球，加胡萝卜鼻子、眼睛。好了，她很漂亮，也是很棒的倾听者。奥拉夫，你在做什么？艾尔莎，我给你介绍露西亚，她很害羞，哈哈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，傻瓜。我想听音乐，不只是海浪的声音，壳涂成灰色，撒荧光，用泡沫塑料做底座。一个带贝壳和很多莱茵石的蓝色录音机，
太神奇了，贝壳放大声音。加根针，播放音乐吧，终于可以听我最爱的歌了。这没有天线，没有电视，收音机也不太好，所以我听唱片，我最喜欢的呢。打开，艾尔莎大声地跟着唱。啊，我受不了了。克里斯托夫听到了，他朝那边走去，像听到了咒语。突然，他消失了。不速之客，让你看看美人鱼的待客之道。克里斯托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救你。艾尔莎，你疯了吗？他在水下不能呼吸。安娜，把他拖出来。小心，我欠你一条命，你以后小心点。安娜有了只海星，这是很好的镜框，切圆形镜面，画海星并安在中心。安娜很高兴分享发型，海星重生了，魔法扭曲电线做舒适的底座。镜子告诉我们谁是水下王国最公平的人。安娜爱上了克里斯托夫，她看着镜子，梦想着她的王子。我们将会有婚礼，我看见自己戴着面纱，亲爱的，我一直在等你。然后我们会有小宝宝。哦，你是最棒的，克里斯托夫。奥拉夫很尴尬。啊，你一直在想克里斯托夫？啊，对不起，我约会前太紧张了。安娜游到岸边。其实我很害怕你姐姐，怕她又把我拖到海底。弯曲电线做耳罩，两个贝壳是舒适的耳塞，连接并让安娜做最后的步骤。可爱的海豚装饰，安娜干得很好。美人鱼为男朋友找耳罩，我在宝箱里看到过，找到了，我要检查一下。哦，艾尔莎，你想念姐姐了吗？当然，我错过你唱歌了，我可以再唱一遍给你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Oh no.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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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他不会唱歌，听起来很可怕。需要解决，鹅照会帮到他的。成功了，我们游到岸边。需要找克里斯托夫，我没看到他。啊，天啊，等一下，艾尔莎一唱歌他就出现了。耶，他被你催眠了。安娜给他戴上耳罩。我安全了，现在我可以轻松地走在水边了。做渔网，将弹性丝带拉过网做包子。钓鱼季独自在海里游泳很危险。如果你被网夹住就完了。克里斯托夫很想念女朋友，我要找他，但他的声音达到不了海底。他想出了一个计划，一个渔夫留下了网，也许我可以。第一次放进去，是奥拉夫。你在干嘛？你很可爱，但我在找女朋友。克里斯托夫又扔了网。这次他找到了他想要的。亲爱的，哇哦，太神奇了，但他可以用更浪漫的方式来找我。哇哦，亲吻把他的尾巴变成了腿。哇哦，这对夫妇将在陆地上幸福的生活了。用青粘土做海马，添加冰柱，侧面有闪光的鳍。哦，这匹海马向我们眨眼，多么美的生物啊。艾尔莎睡得很晚，早上起床太难了。艾尔莎，你的头发就像珊瑚礁。该打理一下了。哦，海马宝贝，游过来帮我梳头发。艾尔莎用它当梳子，扎辫子很方便。谢谢宝贝，你救了我，继续游吧。你更喜欢哪个美人鱼？评论下方，点赞并订阅拉里鲁频道。
我们会给你带来更多新的玩具小创意。